这个闸口非常小，潮水涨到五分潮嘞，水位还不够高啊。这旁边有石头缝啊，咱们来石头缝里面钓蟹虎啊、鲵鱼啊。朋友们，今天开了太阳，还比较暖和。现在天气冷了之后，小闸口呢，鱼口极少，来这里试一下，有口就行啊，不管大小，来这里玩一玩，解解手瘾嘛。钓啊用海捕工啊，没要求啊，只要有口就行，就能玩。什么有了？哎，虾，虾掉了，掉哪里去了？这虾挺好的，第一只上虾了，我感觉不妙。哎，有有有，来了来了来，有鱼就能玩啊，是虾虎鱼嘛，不是蟹虎。天气冷了，蟹虎没啦。那太小了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哦，总算来了。哦，我以为天冷了不开口了呢，想不到还有一条。不过这条比较小。嗯，这只蟹虎只有一只野的呢。既然你是一只野的，我就把你放掉，有口就行。虾太多了！哎，来了又一条！哎呀，下去了，掉石头缝里面了。这条是蟹虎，我看到了。哦，好重啊！居然没有。有。来了，哎，这条跑不了了。啊，小的，这条蟹虎好小，跳下去。嗯，水位涨上来很多，然后每个边边呢都搜索一下。哦，虾太多了，你看，都是这种虾呢。这种是野生小白虾哦，很贵，养殖的便宜。哦，这什么？
今天怎么回事？钓上来都是小的。来了。嗯，怎么说呢？有口就行了。哦，大冬天的还有螃蟹的，到我啊。今天有虾，有螃蟹，还有鱼，什么都有。朋友们，玩了2个小时了，玩够了，咱们不玩了，回去了。你看，胆子还真大呢，这还咬着吃呢。大鱼呢没有，小鱼呢也玩够了。这个时候啊，有口就行啊，很多杂壳一口都没有。跟朋友们再见，再见。下不去啊！下去。